两种牌位都要立，一种是超度牌位。人家是说聪明人跟着师父睡，我从来不要求你们跟着师父睡，但是你至少跟着师父学 OK。 说是你们看看师父在我们的坛城立的什么牌位，你跟着写呀。有些人说到底我这个牌位怎么写，你去看师父怎么写的，那你不是跟师父一样的写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经济条件你就先立三个月，有经济条件立六个月，再有经济条件立一年的啊。为什么？把自己的冤亲债主不要老是让他围着你转，让他找一个地方，让他在那个地方安置，那你去更有劲头，更无烦恼的去赚钱赚功德来还他们，这是一种方便的方法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我们在法会中看到一个特殊现象，大家都不喜欢立红牌啊，这个红牌是十分重要的，它是你自己的福禄寿喜无福不够的时候向诸佛菩萨借，懂不懂啊？这是贷款行为啊，这个你要跟他贷款啊，你这个你自己的福报你有多少，你是个凡夫俗子你有多少福报，所以你赶紧跟他贷款，赶紧跟他借啊，这个东西叫有求必应，所求悉令满愿。那为什么？那他知道你要成佛了，你成佛你还还不起他债啊，你成佛了无量虚空宝藏都是你的，你有的是财富，他不怕啊，他这个银行家他是佛，他懂得你成佛了都可以还他了，说他敢敢借给你，这个就是你不足的地方他可以借给你。说这个一定要祈福红牌，他不是说哎我没啥求的，没啥求的更要求，为众生求啊，那就是众生才能够成佛。说去看看老师在那立的什么样的牌，赶紧立，这个是大福宝，太好用了。